老师看上去是渣男，但其实不是渣男。对，我不是。哎，哎呦，差点把他怼死！啊，真的把他怼死了。龙宗玄至死没想到，他先被撞了膝盖。这赛图龙宗玄开始出问题了，打小猪很猛，只能整活是吧？啊，这被一换一也太亏了。毕竟他们是第一个进圈的队伍。其实房子里面可能有人。对。我个漏斗背身，哎呦，周品言今天也太没了。我知道了，周品言今天是来演叉叉路的，叫你一手选我。其实我不想跟你在一起。关键又是坐实队，天克。我打一个，打了一个。哎呀，想补，他想补。对，不过他的血量确实也不多了，就是。好，自家妹妹被揍了，法棍教主看不下去了。过点灵术，哎呦，这个小窗口来回去折磨对方，但是还是被撞倒了。来回去折磨，你看这里，丫头打倒了谁？丫头打了一个，打了一个猴王，猴王，这不得截图威胁一波？猴王说我不，反正我也炮楼，在炮楼里做支点，但是上山的队友是被打了一个背身，直接被抽倒了。哎，难受啊，这位置还不好救啊，他被补掉了，救不了。这里掉一个真的好可惜啊。是的。啊，还有火，还有火，是的，再来，这个火也有了吧？哎，蔓延到了，爬上来，哎呀，正好是把位置逼出来，全身位，只剩王骚骚了。打这个圈很有优势，是的。话说回来，那个大厂呢，还是挺容易被贴的。对，往厕所里一躲可以打药。厕所里面是一个安全打药位。我小北这个人还是很有讲究的啊。想弹围墙，但是小海是被原理的一男给抽倒了。明明，被补了。哎，小海前面其实有防区，他不进，他就是在外围晃悠晃悠，给自己晃悠死。没办法，也是为情所困的。哦哟，精准，可以换神一颗雷。关键是你不好爬出来呀，这怎么这个图有雷又会玩了？哎呀，没想到前面还有人，直接看到脸上来了，接了一个，车上一比大移掉一个。小北想出去看一眼，但是被猴王放倒。是的，哇，这边想劝架的全被放倒了。是的。哎呦，这波跳就是，我给我人看傻了，被黎南江给秒了。黎南江跟露露以前也是老队友。是的。哇，哦，我小五，这怎么打的？这个也太准了吧！他从派大星山打了一炮，从北边打南边，最北边打了最南边。我愿称你为炮王。这怎么打的？这个炮也太远了，这蒙的吧？这我真晕了。陈一南也被他炸了一下。啊，差一点，哇，差一点，这是被雷炸的，但其实弧度是差不多的。对对对。不是他的这个反坡他怎么看到的呀？不是，我弟弟平时是一个巨 gay 的人。五百米炮倒一个，真顶。啊，北边砍什么？狂砍一切。面对坐骑对枪，是的，现在只剩林强了。赶紧赶紧先把 forever 扶起来，马一龙冲上来要砍。但是这个雷的位置其实差不多。西北砍王马云龙。直接带走 ，do something， do something， 这不是我之前说的吗？请你做一些事情。这些队名，我当时大家也戏称匆匆是 New Happy 的皇太子。是的。哦哟，菠菜这两枪太准了，直接给马云龙秒了。但是对方是可以救的。有点不太。开车想抢顶，
一颗雷，幻神是把马云龙炸倒了，小九放倒了幻神，一波墙移过来，鱼人只剩一滴血。哎，鱼人这个车开的左摇右摆的，是的，没地方去了呀。幻神今天这个雷是立了大功，嗯，哦，因为是封了雷达房的这个菜市场的圈，这个枪线，先拉回来。尬住尬住，等七圈。好，最后鱼人还是被小北的一颗手雷给淘汰出局。琪琪有一把大栓啊，但是就贴那个水塔，他不会要去架车阵吧？就在树林当中。他贴水塔，对，他贴水塔，水塔的围墙。但是幺二被放倒了，我今天幺二好霉呀、啊！又是蹦蹦架不了，车上没了。一堆蹦蹦一逼的，这样看起来还不如还不如打战场。是，而且封了烟这么多，其实完全可以贴一贴的。嗯，这怎么打、啊、？LSP 刚才封烟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来贴，可能会好一点。现在 LSP 这个烟散了以后，他只打一面了，对，那就没压力了。哦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小笨蛋啊，小笨蛋，我、哦，哦呦，聪聪把自己人打倒了吧？枪线应该是重叠了。是的，我看他明明打了两个，怎么对方还有站着这么多人？嗯，啊，一瞬之间高打低的问题。哦吼，能不能把伯良抬出来，抬进来？对啊，这个早晚要炸，这个车一炸就彻底没掩体了。场上所有能打的火力全在天天这里。哦，他这个应该是最好是贴着这个树对吧？对，增加点角度和面积。哎，是的。哦哟，琪琪放倒了 Summer， 但是哇，连续两发，哇，不愧是小飞棍。对方就不想跟，是不是？哦，没雷，没雷，有风险。是的，没雷，算了。啊，天天还是被打掉。这个比赛里面的骚东西是真的多，那 SP 就很难受，因为这个角度要进圈太难了。王鑫已经被打倒，只有一面小围墙，这时候要封烟。哦，正面还要在大仓内部去互相的去打斗一波，崔太不是放倒了幻神，这个角度太刁钻了，这要直接出围墙了。是的，这个位置你能，要走上来了。走上来了，就在脸上。哇，秀啊，插北。是的，他在这个小的斜坡上面，正好能走上去一点。哎，这个小地形利用的可以啊。是的。车炸了。哎，这个车炸的，哦，他是翻过来了。是的，要是立起来就还好了。嗯、立起来太完美。你看，出现了意外啊。两，小鬼把七七给撞倒了。大仓队伍出来三打三，但是原来 two tap 出枪是把。Summer 给放倒，大长这个位置被锁定的太惨了。是的，因为你出来只有这几个角度。对，我都不知道该瞄哪儿。是的。哇，对枪没问题，恭喜。这个是不如